放开！我们谁也不认识谁。你要走？是。想清楚了。我最敬重、最亲爱的三哥，我成天怀疑你是我的杀父仇人。你觉得我还能够留在你身边吗？你为什么就是不敢相信我？我不能相信的是这个混乱的世道，只有离开这里，才可以躲避血雨腥风，各种暗中算计。我不想有一天，我们俩会想要了对方的命。三哥今天能让我走，就是对我格外的优待了。唯一，还能做兄弟吗？生在军中，或许从一开始就不该有手足之情。你忘了吗？我们四五岁就在一起玩，一起闹，从来就没分开过。后来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去军校，一起上战场，一起流血，一起流汗。我打心眼里就认定了你是我哥。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一切会好的，好吗，伟业？相信我。你放手。我不放，我不放。我再说一次，你放开。我不放，你放开。从我离开这里开始，我们谁也不认识谁。我唯一，thank you.